燕翅风组合，第一个动作燕翅风，双脚向上立起来，一，右手开扇，左手向上甩手剑。第二个动作左手落下，二，右手向上乖扇，双手抱在胸前，然后经过一个小跳小碎步走上去，五六七八，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双手交替向下，身体经过一个翻身停住，向后退，一二三四，合开扇。第三个动作蝴蝶绕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注意做蝴蝶绕扇的时候呢，双手在一条线上向里重叠来做，注意手臂要放松，向前的时候左脚向前点地，扇尖向前压下，向后退摆住，碎步横移，双手从身体两侧打开，然后脚一二三的时候要定住，双手掌心向上打开，反面二二三，眼睛要看过去。最后一个动作上右脚，手经过一个云扇，然后转身上右脚，右手从上开扇。好，这几个动作我连起来做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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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八。